吹寒吸甜口，生活打个勾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生活中的中破塞。今仔日甲大家介绍的是咱的纸，生活中的纸除了写字，佫会当偷看。这是一条纸，你看袂着我。纸除了写字，佫会当创哪呢？佫会当变魔术。各位，这是一张纸。这是两张纸，动作到安尼尔吗？这第三张纸，生活中的纸除了写字，佫会当创啥呢？佫会当下纸。纸佫会当创啥呢？纸佫会当做这个纸棍扫地啊！今仔现场教大家要安怎做。首先，摕出恁的纸，佮织起来，佮织起来，然后，我袂记了。